找到高建义，在弧顶的一个三分球又有了，花了两秒钟的时间就投进了这个三分球。哇哦，高建义，不可思议！高建义在找石敬尧，三分外线做一个尝试。哇哦！达兴现在也把这个布阵重新来展开，前面是走一个区域的防守，切入之后再找外线，三分外线尝试出手。高建义这个三分球非常的关键，很严密。我目前看是并不是太严密的打台银了，但是问题是说，在人攻击一对一的太多的情况下，你命中太低，是不是要套去配合？你看这球，先 Taylor 其实很简单的在高位做持球，再找高建义。沙卡剩下最后的三秒，又是勉强出手，这一次进了。所以我们在讲说，在今天，李明在，岳林今天三分线也是两投两中，这一次高建义再来尝试三分球，实在太准了。李志强再分过来，高建义的 wide open 三分球有了。哎呀，小心啊！其实趁他也投进。不愿投进的，台也投进，所以分数的位置我是在这差距上面。高建义选择外围的一个出手三分球，他到下半场才找回他的手感，把他打快一些。高建义高难度的一个出手，哇，不可思议的一个三分球被他投进去了。找到高建义，在弧顶的一个三分球又有了，花了两秒钟的时间就投进了这个三分球。哇哦，高建义，不可思议！在第四节他跳出来啊，让这场比赛还有一些新鲜。对角线的转移，陈顺祥，剩下四秒钟，高建义带一步球选择外围的一个出手，哦，球进。没错，今天啊，今天他表现得蛮不错的，对，极速小子，进击小子，他是演艺人员吗？塞进去再找泰勒，回给高建义，拔起来选择三分，外围那个出手投进。就是我刚刚所讲，高建义 ，BT 今天攻下了25分了，在第三节现在进球，把比分给拉开，高建义还颜色。高建义自己带球选择外线的一个出手，哦，这球又投进了。高建义，高建义外线的出手有了，这是这场比赛双方。高建义比了一下，昨天才攻下22分，他的手感正好，一扯，对，而且反而要节制犯规了，都进入到加罚了。陈顺祥有点滑倒，再站起来，高建义外线。哇，这个球关键，这个球关键 ，Big Shot！ 哇，这一次的一个突破，陈顺祥先倒地了，可是他球是没有收起来，高建义，哇，歪着身体啊，哇，这一球弥补他刚刚的传球的失误，哇，这个对于他自己的信心，这个是非常的好了，哇，这高难度的出手。